谢谢二十八岁生日快乐！十八，我错了，对不起，我跪下。晚上有跟你们大家都知道的人庆生，你就是身体有点不舒服吧？对，但是没有停工啦。哦，心脏不舒服。对，良心不安。 有没有什么庆祝？有很多人想找我蛋糕，这样子就热闹。然后今天杯谢，对呀。陆亚楠姐，二十八岁生日快乐！二十八，我错了，对不起，我跪下。晚上有跟你们大家都知道的人庆生，就是身体有点不舒服吧？对，但是没有停工啦。哦，对。 良心不安，快恼。觉得进来当学生之后，我就觉得心态越来越年轻，而且都跟像我们学姐比我年轻哎。嗯嗯。对啊，所以还是会有一些年轻的进来读这个课程，我们常跟他们接触，心态就会很年轻。不用担心啊，还是可以被砸蛋糕的。